现在不是周末，更天气不是太好，但是我去这个山馆 Hawksworth， 因为加拿大人选择这个山馆差不多最好的山馆在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加拿大。如果我想去这个地方在周末，他们不允许我，因为他们很忙，所以现在他们不忙。现在我可以吃饭，我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我有很多三观我喜欢，Joe Fortes, Lisa, 但是可能这个地方加拿大人认为就是最好，所以我会试试，可能我会喜欢，我希望我会喜欢，啊，再见。